成立十多年的 BeYou 用这个0.3公分的微距选配系统来解决很多人大小脚的问题，带你去看一下。鞋子是双脚的亲密伙伴，跟健康很有关系，但许多人往往只顾脸不顾脚。2001年创立的手工定制鞋品牌 BeYou， 以独特功能、舒适及有趣的设计，站稳童鞋市场。近年逐渐开拓到男女成人鞋都有的全课程领域。2017年更首创伪距离系统，让每一只脚都能找到最合适的鞋子。我们现在的微距呢，宽度是0.2，长度呢是0.3，微距。那我们叫做选配式定做，就是说你自己选配，你要什么样的宽，什么样的长，你最舒服。好，那现在我们这个世界首创，就是我们的脚后跟有三个宽，我们的每一个尺寸，每一个鞋种，它都只差0.3，所以你可以一只脚36，一个只脚36.5，或者甚至一个脚37，一个脚36，就是差异变大。创立伪距离系统的起心动念，来自于十多年来 BeYou 透过大数据分析，发现70%的人都有大小脚的问题，但消费者并不会察觉到低于0.3公分的差异。长期下来，这些差异却容易造成膝盖损伤。你看，你行看卖咧。我是觉得蛮好走的。很好穿，很好走，因为它很软 Q 啊，对不对？就发现有很多的老先生老太太来订鞋的时候，他坐下来说他一只脚不舒服，那我们就发现很高比例90%的这个我们的老先生老太太都是脚小的那一只，就是他膝盖会疼痛。那我们研究了以后发现，原来是就是当他的脚一只脚比较小的时候，他的脚后跟会抬起来，那他脚后跟一抬起来，膝盖的部分角度就会变大。那我们一天1万步，一年365万步，10年下来，他的膝盖就损耗就太大了。走进 BeYou， 琳琅满目，各种不同造型的鞋子陈列于架上，仔细端详 ，size 旁边多了加号。BeYou 鞋面以0.2为距，提供5种宽度的选择，长度则以0.3为距，让顾客穿到最符合脚型的鞋子。销售人员会在一开始让消费者试穿标准大小的鞋子，再依个别差异逐步调整。感觉这只脚比较紧，右脚需要再大一点。对对，那我们再试这个大半号的38.5。好。对，这样可以。稍微走一下，好，走动一下，感受一下。BeYou 提认到每个人的脚型感受都不同，所以会耐心陪着消费者试穿，协助顾客找到合适的鞋子。舒服不舒服这件事情要消费者自己去感受，所以我们用量脚的方式其实没有办法解决皮肤下的感觉的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直接是用套量的方式让消费者一直体验一直体验，最后选到他要的鞋子。BeYou 以专利设计为核心，像是独创防滑的键盘鞋专利，以及如今微距离的尺寸调整，希望吸引有脚足问题的人，并且让顾客还可以玩设计做自己。美学的部分呢，我们就是比如鞋跟，我们也可以挑鞋跟，高度也可以挑，另外就是图案可以挑，然后皮革呢，我们有100个颜色让你选，所以你在美学上你可以满足，你在尺寸上、功能上你也可以满足。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微距离的选配式定做。那这个定做方式现在是在其他的国家还没有听过。好，那这些都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来上万人的脚的研究之下才发展出来的心得。MIT 的 BeYou 已到新加坡、日本开分店，由于累积了够多的脚履历，他们的选配式定做不走高价路线，而是设定在3000元以下，希望能够让消费者舍得做，把手工鞋定做的市场做大。重视个别的差异，知道消费者两只脚可能不一样，因此呢，他们透过这个选配系统帮消费者找到一个合适的鞋子，也实践了设计美感。谢谢您收看《赢在地球村》，我们下次再见。